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位于黄金海岸 Hallanswell 的准现房的联排别墅项目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在这个项目的大门处了。那未来这个地方呢，是会有一个 security gate， 就是安全门的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中。那我身后的这面墙呢，未来会是一个 mailbox， 大家取信的地方。现在呢，就走到了项目的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道路都已经都铺好了。那我身后这个地方呢，是未来的一个业主的活动中心，会有游泳池啊、健身房呀、烧烤区等等。那我身后呢，这一套呢，就是一个四房的户型，我们可以一起进去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状态。这个项目呢，预计的交房时间是明年的4月份，那现在已经完工了大部分。这个项目在联排户型中算是面积非常大的了，室内面积有将近200平米，那户外呢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活动空间。项目的配置也是非常贴心的，首先层高是2.7米的净高，配备全屋中央空调，厨房电器全部使用的是 SMAG 的。现在呢，来到了这个户型的2楼，首先一上楼就是一个2楼的客厅。这边是主卧，首先一进门呢是一个步入式的衣橱。这个户型呢，主卧是配有一个小阳台的。主卧这边的一个浴室呢，采用的是一个双面盆的配置。